单位一下，等大家进来一下。Hello， 大家晚安。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AKB48 Team TV， 然后今天是浪 Live 官方浪 K 歌特别企划，然后我们来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李佳丽丽子，我是林杰星 b i n s k i n， 我是汪董星汪汪。耶、yeah, ，Hello， 那我们今天就这一个小时会由我们来陪伴大家，耶、yeah. 哦。那么杰星作为第一次来到浪 K 歌的，就是第一次来，就是第一次来这边的来宾，就是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很开心，就可以跟大家一起唱歌，真的。对、啊，而且我们在练习过程中也超级无敌好玩，很完美，觉得。因为你是属于那种人来疯的人，你知道有人的时候就超疯。对，就是我们就是属性很合，就三个都是爱唱歌，然后又疯疯癫癫的人，所以是。啊、等一下，疯疯癫癫就有待商榷。就是我觉得、我练习的时候蛮安静的啦。那时候练习的时候，他们两个真的是很嗨，而且我还一直打扰他唱歌，他在这边，他在我们这边，我在那边，我在很认真在练习的时候，他们在那边，对，然后我就一直很想笑，然后在他旁边绕圈圈，对对对，总之这次真的很嗨，这次真的是蛮特别的一个体验，这个组合就是和这种黄金三角。OK， 音量爆表的三角，哎、欸，真的耶，真的耶，讲话都很大声。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一个游戏吧。好，然后第一个抽奖活动就是今天的节目中，只要送出爱心小蛋糕，就有一次的抽奖机会。然后跟之前一样，送的越多，机会越大哦。然后7:55的时候会抽出三个随机成员的签名版跟明信片哦。对，所以大家如果想哦，然后那个签名版是这个，哇，不是，哇，好豪华，这一次的还没有出来，它就是。这个板子，然后它其实有厚度，它不是一般的那种纸板哦，就是很有质感，摸起来很棒的这种。有哎，签名板哎，我觉得很棒，是我自己都哎。主持人有吗？主持人应该是没有这个福利，有吗？不然你就进去，你进去里面投礼物就有了、啊哦。我也要跟着抽，是不是？没错、啊，好吧，那我可能要跟你们竞争喽。所以尽量丢，赶快！人家例子就是暴发户，他直接把你们的压下去。下注。OK， 好，那我们接到第二个榜单活动。那我们一样会在节目的最后，大概8点左右呢，倒数1分解榜。那榜前三一样是可以选择礼物，就是由第一名选第二名，以此类推到第三名。那这次的礼物是三人合照签名版，也是刚刚那个非常高成本的签名版。签、哦、名版。对，加上指定成员的明信片。可以指定 哦。对，但是你不能指定同一个人，所以你们三个就自己去好好的协商一下谁要谁的。OK， 就是榜一的话就可以先指定，然后榜二的话就是剩下来的两个人选择一，然后榜三的话就是哦，就是第三个人，对，这样子。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指定的话，就要冲起来哟。这是蛮伤心的游戏，其实。哎、欸，不是，哪有伤心？我们三个都不错，好不好？应该每个人都很想拿到啊！哦，真的，拿到谁都是种福利耶、欸。没错，没错啦。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开始，差不多要开始投票了。哎，我们现在倒数3秒，3、2、1，开始！你们可以开始喽。哎、欸，刚刚前面先投的就是笨蛋。欸、没有啦，没有啦，刚刚投的都有算啦，因为是算榜一、榜二、榜三，所以今天整个直播到。到8点整的都有算哦，都有算在里面哦。然后8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揭榜。Yes. 对，没错。所以我们有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陪你们，就好好的吸吸吸你们的耳朵，听听我们的来宾杰星唱歌，享受一下今天的音乐响宴吧。因为这个组合就是，那个超棒的组合， yep. Yep. 真的。那感觉时间也差不多，可以开始第一首歌，就由我们的两位。嗨到爆炸的，来开启今天的第一首歌 吧。对，这首歌真的是我们选了很久，然后觉得这首歌很适合拿来开唱，真的好嗨，好嗨。Yes. 对对对，嗯。什么意思？很突然。OK， 那接下来我们要唱什么？杰星，我们要唱的是《买榜》。Yep， yep。哎，我没有戴耳机，很抱歉。当着上电视，没空看电视。Yeah, no. 打开 KK， 把我的名字，又是关键字。不好意思，一直洗版，出现在歌播放清单。Shout out to all my fans， 一遍又一遍，不断让我在你耳边循环。
上一张都还没下榜，下一张又准备上榜，不需要多大的排场，要么大声排放，干了还别烦，爬得太高，把出手的得得得得带着外件外套，包坐坐得太久，学键盘都有点歪掉。There I am again, I just win and win and win. Let's go out of all my excess. How you like me now? 一直入围金奖，好像是我有白票，但小人妹被提名评审是不是有嗑药？ Oh, there I am again, we just win and win and win. 他们怀疑我们是不是有卖榜？卖榜 ，All day long, it's always my song, my song. 打开排行就像在开奖。Oh, 我的天，天天过年 ，We just win and win and win， 想有卖榜，卖榜 ，All day long it's always my song, my bed。其实我也不想这样，霸占排行 ，I be like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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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Yeah， 都在拍广告，不用买广告。打开脸书，每次有报道，看到别人分享，自己才想到。不好意思，小彤姐，希望你真的能理解。这一配标题耸动，内文空洞，这次就先不转贴了，拍腿。最近通告变好多，都是些综艺节目模仿，说想叫我模仿个小丑。大哥你真的好幽默，怎么会叫一个饶舌歌手去模仿一个模仿饶舌歌手的歌手？要么就叫他来跟我 battle， 要么也应该是他模仿我。爬得太高，到处不胜寒，早知道我就带件外套。包坐坐得太久，觉键盘都有点歪掉。Oh, there I am again, I just win and win and win. Let's go out of all my excess, how you like me now? 一直入围金奖，好像是我有白票，但小人妹被提名评审是不是有嗑药？ Oh, there I am again, we just win and win and win. 他们怀疑我们是不是有卖榜，卖榜。All day long, that's always my song, my song. 打开排行就像在开奖。Oh, 我的天，天天过年 ，We just win and win and win， 想要买房，买房 ，All day long it's always my song, my bed。其实我也不想这样，霸占排行，偷乐乐，上灯台，下不来。哎耶，噔噔噔噔，哇哦！耶耶耶耶耶！咻咻咻！有一种，婷丽来了。婷丽说：“翁加油，丽丽爱你。”婷丽，我呢？丽我呢？谢谢丽丽，你直接把两位前辈没有放在眼里。这边，那现在留言应该是非常的多，我们应该是划不完啦。其实真的，所以趁这个他们在留言的时间，我们可以来跟新朋友，就是刚进来的朋友，因为相信这个时间有很多人进场吧。那再说一次，我们的活动有两个，跟上次是一样的。第一个活动是什么例子？第一个活动是你只要送出爱心小蛋糕，然后就有机会可以抽，随机成员的签名版跟明信片哦，所以大家一定要送起来，送越多机会越大。耶、yeah, ！那第二个活动也是跟上次一样，那我们榜前三就是丢榜的前三名，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以此类推的选择。那这一次的礼物是三个人的签名版，就是刚刚那一个非常高级的签名版。跟一个指定成员的明信片，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节目一直在进步啊？会不会下次就送 iPhone？ 没有啦，开玩笑的。对 ，iPhone X。汪汪先送我，汪汪先送我。哎，我也要干妈就对了，认干妈。我直播都超卡，我觉得换个手机可能会好一点。粉丝听到了，粉丝听到了，谢谢谢谢。好，那接下来我们第二首歌是什么？就是我的 See You 哦，其实 See You 是什么一首歌？你可以介绍一下吗？就是我自己写的一首，就是情歌。它在有点晕船，就是当你第一次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就会有点被触电，就是我好喜欢他，然后就是会啊，很有情天啊！现在你的物理触电，物理触电，真的碰到了触电。哎、欸，对，必须说这首歌非常的洗脑，可能大家听一次就会唱了，所以我们接下来期待一下。Yes，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我 IG 上面。都可以听到这首歌。Peace game.
baby when I see you 全身要出点麻痹为你着迷 眼里藏着的深情不想让你太快去在意 只给我你的手让我把你牵紧 Oh when I see you 全身要出点麻痹为你着迷 曾以为时间轻不过是陪伴孤独的游戏 直到遇见了如此深爱的你 于是 为你戒掉了逃避，戒掉每一个会让你伤心的坏毛笔。 yeah 快要不能呼吸，在你怀里甜蜜浪漫的刽子手，在浪漫的日里不断在靠近，让你猜我心意，在你眼里深邃望见柔情，就这样融化在你怀里。 Oh baby, when I see you。 身上触电麻痹为你着了迷 眼里藏着的伤心不想让你太快去在意 只给我你的手让我把你牵紧 Oh when I see you 身上触电麻痹为你着了迷 曾以为时间轻不过是陪伴孤独的游戏 直到遇见了如此深爱的你 雪花飘落街角散着浪漫 在那繁华都市中晃荡清晨的你和我和你的灿烂如冬季暖阳的笑容想逃离这城市间的纷扰那就带上所有行囊和我逃离尘嚣我只想知道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还在等那句全身要触电麻痹为你着了迷 眼里藏着的伤心不想让你太快去在意只给我你的手让我把你牵紧 Oh when I see you 为你着了迷 曾以为时间轻不过是陪伴孤独的游戏 直到遇见了如此深爱的你 真的很洗脑，我的恋爱了。对啦，你是看到我对不对？对啊，没有，因为你刚刚唱的全程，我在旁边如痴如醉。有，回去可以看那个档案，你就会发现哦，我整场都就是。 刚刚的整首歌我都对你的歌声如痴如醉，我好比了好多个爱心。你们知道那边有反射镜吗？我就看着全程看着栗子的表情，这样哇哦这样子，我就想一下，不能笑，你知道吗？因为会盖掉解析，所以我笑声一笑就直接盖过。你看到你笑，我就不小心笑。对对对，所以你在笑什么？不能玩，不能毁了这么棒作品。你刚刚没有看到那个前面的反射镜，对，我没有看到，他没有空理你，他就在唱歌。OK， 那接下来第三首，这样会不会太快？我觉得好像有一点不会太快，是不是？好，不会，接下来轮你了。就有点紧张，所以我才想办法拖延时间。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就是我曾经跟嗡嗡说过啊，就是跟谁唱都可以，我就是不想跟你唱。哎，不是吧？不是因为什么你唱的不好听啊什么之类，是因为你太会唱了，就是直接被打回原形。 就是会说拜托先不要跟我，就是跟谁都好，嗡嗡先不要，真的不要这样，你就知道我平常跳舞的时候在你旁边多有压力了吧？不会，就是同理的概念。好啊、OK， 好，那接下来呢，带来这首就是前阵子非常红的《月老》嘛，《月老》的主题曲叫《如果可以》，这首歌是我最近这近几年来最喜欢的一首流行歌，啊，分享给你们，如果可以。 你的声音揭开了故事的谜语，落下一万年的约定。大树下的你，红色围巾，手心里捧的雨，哭了，笑了，除了你还是你。我们如果又一次错过。
不敢牵起你的手，我会多么寂寞，等待红线来的时候。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吻你的呼吸，一眨眼，一瞬间，你说好就是永远。如果可以，茫茫人海，千年一眼相遇，月光下转身，那就是你。红线划过深藏轮回的秘密，我挥霍运气，因为你才让我背对命运，不害怕，靠近了，相信了，到底我们爱的有多狼狈。暴雨狂风也不想防备，爱了就爱了，只刻在我们泪光的约定，我开出了花。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吻你的呼吸，一眨眼，一万年，留给我别困住你。如果可以，茫茫人海，千年一眼相遇，月光下转身，那就是你。红线划过深藏轮回的秘密，我花光运气，你是我赌上世界的决定。你知道听完我有一种我的红线已经绑在你的小指上了。欸，你有没有看那部电影，就是女主角会强制把她的红线给切断，所以我现在啪啪啪，因为中间有个结心，所以我们要三个连在一起，三个连在一起才会 bling， 红线划过深藏轮回的秘密。欸，真的很好听欸，好喜欢哦。你们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很，就是每次唱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的必须这么说。风风唱起来特别有感觉。没有没有，就是好听，维利安是没有办法超越的存在，所以每一次都在挑战不一样的自我，这样子。嗯，欸，还有那个，啊，明天不是要发布那个日文版的《如果可以》吗？哎，欸，然后那个他日文好像是发赤い糸，就是红线，对，是由我们成员麻友写的日文词 哦，超厉害！天哪，大家知道这个资讯了吗？不知道的话，知道吗？知道，应该知道了吧？明天哦，明天好像就会发布了，大家一定不会错过的吧？没错，没错，日文版是独一无二的，就是为完全为了这首歌再重新写。我自己听过，觉得真的蛮不错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听听看，明天。请期待，中文版就这么棒，日文版一定也很棒。还有韩文版呢，真的，就是那个 我有听韩文版，那韩文版其实也很好听，是不是？对，你懂，你懂。好，这首歌就是可以期待一下明天了。好的，没问题。好啦，那你们两个都各唱一首，差不多该轮我啦。对，你今天还没有唱歌，开金口，啪啦。好，那我要唱的是《灰哪里给》。无共是，又哪？
孤魂也给我更为魂念在温馨你为凋谢一旦春天不完青春看我回白白苦秀白孤寂红花无香味红花也无红颜色一间大家乡头天梦里知影阮心意阮将魂魄交乎你人在这边直播，然后就进了别人的直播间。对耶，哎，这首歌是真的我很喜欢的一首台语歌，就是经典中的经典。真的，可是我想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们国小的时候有一个歌唱比赛，然后就是大家也知道我有研究嗓，所以比较擅长的是台语歌，但其实我不知道那一场其实比的是毕业歌比赛，然后我就回家跟我奶奶讨论说，你觉得我应该要唱什么歌比较好啊？她就说。那你就唱《回哪里去》啊，所以毕业歌的比赛场合我唱了一首《回哪里去》。哇塞，那这样子的话应该得第一名吧，因为没有人唱台语歌、啊、就是独一无二，就是然后那个场合应该不太适合，但是他是说那有一阵风吹来风筝飞向天空，我在那边回哪里去，然后就是那个场合好像不太对，就有点就是走错棚的感觉。不过、啊、的确是回哪里，因为是毕业歌嘛，所以其实还蛮合主题的。是是是，阿嬷说的对，阿嬷永远说的都对。回哪里对对。那接下来呢，让我喝口水。对，喝口水。哎，这个时间我们是不是很羡慕就是会唱台语歌的人。哎、嗯、这边啦、啊、这边就有一个 台语小天后、欸、因为我真的听不懂台语。所以刚刚就是有啊，那边有歌词可以辅助，其实这首歌真的回去听一看那个，对，就很好听，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嗯、很经典，就是听了会就是回家躲在角落偷偷哭的那一种，这么催泪的。哎，这首是真的耶，是常常触动我心里那根心弦的一首歌，虽然我台语不好，但是还是听得懂好不好，就是、哦、可能听荔枝唱我就会了吧之类的。是因为是我吗？因为我看着你长大的。哦哦，那个啊，什么那个怎么？成功吧，成功吧，精灵啊！旁边有一位很喜欢那首歌的人，这首帮你 Q 一下。成功吧，成功吧。对，下次应该跟杰星一起跳这样子，然后就对对，这首歌很适合。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接下来要唱的是日文歌，然后它也算是神曲。嗯，对，相信大家一定都有听过。那我们要带来的是。Dishu 的 Neko， 夕焼けが燃えてこの街こと飲み込んでしまいそうな今日に僕は君を手放してしまった明日が不安だとてもやだとか
空っぽの僕も一緒に飲み込んでしまうよ夕焼け。だけどもうそうはいかないよな、明日でうざいほど来るよな、眠たい夜になんだか笑っちゃうよ。家まで帰ろう、一人で帰ろう、昨日のことなど幻だと思う。君の顔なんで忘れてやるさ、バカバカしいだろう、そうだろう。君がいなくなった日々もこのどうしようもない気だるさも、心と体が喧嘩して頼りない僕は寝転んで猫になったんだよな。君はいつかさっと笑われてくれ、何気ない毎日を君色に染めておくれよ。日々もこのどうしようもない気だるさも、心と体が喧嘩して頼りなり僕は寝転んで猫になったんだよな。君はいつかふらっと現れてくれ、何気ない毎日を君色に染めておくれよ。君がもし捨て猫だったらこの腕の中で吐き締めるよ。怪我してるならその傷むくし、精一杯のぬくもりをあげる。愛だいだ忘れられない、猫になってでも現れてほしい。いつか君がふわっと現れて僕はまだ幸せで。不不不不，这是什么？我就发现我每一次合唱，就是可能你们两合唱，我们两合唱，我们三合唱，都会有那火花。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感觉到，就是在对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就会互看彼此一眼，真的就会觉得有种默契，就是很幸福，很幸福。就是我们大家在唱歌的时候都很沉浸在那首歌的世界。真的，对对对，这就是我们三个人喜欢唱歌的一个共鸣的感觉。对，好啦，现在已经七点半了，我们再来宣传一次吧。没错。就是我们的抽奖，就是你只要送出爱心小蛋糕就可以抽我们的随机签名版跟明信片哦，所以大家只要送越多机会越大。没错，那我们第二个活动就是榜前三名一样，就是礼物丢前三名，第一个榜一先选，再榜二榜三。那我们这次选的是什么？三人合照签名版跟指定成员的明信片、yeah. 那不知道的人可以看一下我们那个叫什么签名版的样子，那个签名版跟上次真的蛮不一样的，就是要好好真的要好好的推一下，就是有厚度，就是那种很有质感、啊欸、这点我都想要，可以这样子窝厚窝厚，所以请应主持人的份哦。主持人也要，他很有质感，就是真的是认真的那种签名版，就是、对，他还有上这应该是什么，就是上一层那个什么珠光之类的什么，这是珍珠版还是不是、应该不是珍珠版，它那个厚度很厚哎、我觉得不知道也会觉得我们是在做纸的耶，就是在卖纸的这样。没有啦，是签名版。而且我觉得这种签名版最重要的就是它就是 for 这次的直播，它是一个限定、特别限量的、就你以后现在别人看到你拿这个，哦，你有看吗？就他们之前那次直播你没看对不对？哈哈，你没有，这才有署名哎。对啊，对，这个是最特别的地方。很棒，对。那接下来呢，
杰西，你会不会太累？他一直连唱，果然真的对，连唱就是做中间压力，然后就换你们唱了。对，你们要水，你要喝水吗？我要准备一下，就杰西真的是被操到一个，就有点，我就很开心。对，也是也是。其实我们自己就是在私底下练习，因为刚刚前面有先稍微练习一下，我们练了好久，然后在那边大吼大叫。我真的是拜托他们小声一点，你知道他们就是在外面休息的时候，一边做了一些奇怪的动作，你们也知道嗡嗡嘛，但我不知道杰星碰到嗡嗡也会变得跟嗡嗡一样，我以为应该是，其实我自己私底下，我私底下这样子，他超强，他真的超强的，而且那里又有镜子，然后我们两个就是把那里当舞台，我们在那里跑来跑去的，然后我就傻眼，他们一边唱超大声，然后一边在那边做一些很奇怪的动作，我就说小声一点，不然就低调一点。他整个受不了，你知道吗？就是就留下我那个我跟傻眼的经纪姐姐坐在那边。所以其实我觉得过几天你也会跟我们一样，就是大概在相处了几天，你就会对，我的藕包还没有放下，就是我还扛在身上。放下藕包，放下藕包，请你们扛起藕包。那差不多要听你们唱歌了。好好，没问题。那这次我们带来什么歌？杰西。Without you， 怎么突然宕机呀？我觉得你平常讲英文，跟你唱歌的时候在唱英文是不一样。你是 without you，、就是、然后你唱歌的时候的感觉，就是很顺，你知道吗？对对对对，嗯，形象很不同，这就是他的魅力啦，真的。嗯，对。那接下来带来这首 without you， without you， without you。Still the same， 早上没有变 ，Nothing changed， 还是讨厌下雨天，还是不爱认错，脾气是硬了点，自我都清楚，但我没有办法改变。我何为高中化成妆，笑得太习惯，想努力赚钱，养你却养成了坏习惯。我还想带你到处晃晃，到处带你玩。Yeah. Cause me without you it feels like， 情人节没有爱人，你想的相机没有快乐。想从书中没有猜见 yeah. Cause me without you it feels like a sentence without no spaces. It feel like YouTube without no playlist, or a chapter without no pages. Cause me without you it feels just wrong. I don't wanna live without you. I don't wanna be alone and 想念你的每个角度，如果我们还能够重来 Oh, you don't know how that feels inside. So I don't wanna live without you. 我没有办法I can't do that， 没得负责 ，Oh damn， too bad。I need right now， you're where you at。什么面子放两边，擦干我就像抢劫。God and I got nothing left， Oh no， fall down here。救救我 ，I call my friend， 诉苦说了好几遍。他们叫我振作点 ，I know man， but I fucking can。帮我删了 Instagram， your post I don't wanna see。想到你曾经 promise me， 我干掉 as a fantasy。I just wanna know， baby， why you gonna go？ 我们之间太多，但我舍不得放手 ，Yeah， 失去你。就像失去我的麦克风，我不要我的 fans， 不要爱人的 followers， cause I don't wanna live without you， I don't wanna be alone and 想念你的每个角度，如果我们还能够重来 oh， you don't know how that feels inside， so I don't wanna live without you。我没有办法 I don't wanna live without you， I don't wanna be alone and 想念你的每个角度，如果我们还能够重来 Oh， we don't know how that feels inside， so I don't wanna live without you。 我没有办法。哇，说你们有看过那个乌龙派出所吗？你们就很像本田，是跨上机车之后完全变一个人。你们是拿起麦克风，全部两个变一个人呢、欸。你们知道你们远离麦克风就是啊，
然后麦克风拿起来，哦，唱真的是有够深情。没有，我不好意思，我只知道两斤看集，其实、就是、可能就两斤看集在那边跑之类的。好吧，就是反差，他是一个反差很大的角色，我觉得你们两个就是。反差特别大，就是拿起麦克风的时候，哇，完全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对，就是这个麦克风，就是我们的变声主场。对，变声器，变声，华丽变声 ，Everyone。我是蛮像的，他们没看过我们唱买榜。哎、欸，对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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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们应该要这样唱歌。我们那时候在外面的时候唱买榜是真的跳起来，还在那边跑来跑去，飞来飞去。因为我们刚刚因为局限在这个框框里面，就是在那边买榜。你们一定要看看现场版的买榜，他们真的是疯掉、啊，外面真的是刚刚是有够吵，在想说小声一点，谢谢，卡谢谢，感觉把外面当舞台，然后这样左右这样来回跑的，真的外面真的很大，所以我们干脆以后就是发一个，就是我们平常在练习的时候的画面，对对对对对，自己给你们一个会员特别这样子。OK， 那接下来就是栗子要再来表演一下他的爱歌。我的爱歌，你的爱歌，其实应该不是我的爱歌啦，被强迫。对，他是呢，就是我们经纪姐姐很喜欢 SHE， 其实是被强迫的。然后呢，我们每次的歌单啊，他都会就是丢说，哎、欸，还是你们要唱，我要唱17吗？还是你们要唱什么？然后呢，他就这样讲，我们从上一次的表演，然后他就讲到上说，你要不要唱一下 SHE 的歌？然后我们就说。哦，我们这次先唱这样，然后我们以防之后一直被喊说要唱 SHE 的歌，所以我们今天就先，我们就先在第二集一了他的心愿。你对他太好了，你知道他每一次说，哎、欸，我可以帮你们开歌啊，然后全部都开田馥甄的歌，就是说不好意思，不要，先不要。所以我们今天选择的是田馥甄的《寂寞寂寞就好》。没错。再来下首。还是原来那个我，不过流掉几公升泪，所以变瘦。对着镜子我承诺，迟早我会换这张脸，一堆笑容不算什么，爱错就爱错，早点认错，早一点解脱。我寂寞寂寞就好，这时候谁都别来安慰，拥抱就让我一个人直痛到受不了，伤到快疯掉，死不了就还好，我寂寞寂寞就好。你真的不用来我回忆里微笑，我就不相信我会笨到忘不了来着，不放掉，人本来就寂寞的。借来的都该还掉，我总会把你戒掉。呜啊哦，还是原做梦，你又改变什么？再多的爱也没有，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业障因果，
会有什么，什么都没有。早点看破，才看得见以后。我寂寞，寂寞就好。这时候谁都别来安慰，拥抱就让我一个人直痛到受不了，伤到快疯掉，死不了就还好，我寂寞寂寞就好。你真的不用来我回忆里微笑，我就不相信我会笨到忘不了来着不放掉。本来就寂寞的，本来就寂寞的，我总会把你戒的小愿望，姐姐的愿望清单，姐姐在下面狂点头，对，她就这样，超开心哎、欸，那个接掉，她就这样，没错，只有栗子对她会对她这么好，如果是魔童训的话，绝对不会如她的意，就是不要，sorry， 不要。我那时候开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还说。你干嘛对姐姐这么好？你干嘛让她如愿呢？我们居然在第二集就让她如愿，听到 SHE 对耶听你的歌，会不会她下次就跑去烦杰星说：“哎、欸，杰星，你可不可以下次 cover 田馥甄的歌？”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我们杰星有自己的事情要忙。”我觉得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哦。OK， 好，那现在几分了？我们要随时关注，随时关注一下。43分，那我们要再来宣传一下。没错，没错，就是你只要送出爱心小蛋糕，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抽签，抽签，抽礼物。晕了晕了，我突然忘记那个词要怎么讲。那个是签名版对吗？还是抽奖？抽奖啊，抽奖，对，抽奖。然后就是你只要送出爱心小蛋糕，然后送越多机会越大，然后可以得到我们的随机签名版跟明信片哦。哇！那第二个是跟上次一样的，我们就是礼物榜会有前三名，那第一名可以先选择，第二名再选，第三名是最后的。那礼物是什么？一样是三人合照签名版，不过不一样的是签名版是比较厉害，比较厉害高级版的签名版，跟指定成员的明信片，所以大家准备好你们的小手，说可以狂按狂按狂按，按起来，然后让花全部喷掉。好，OK， 接下来。又轮我唱歌了，耶！哎，栗子好像都没有单独唱，今天是不是？有，有啦，有啊，那灰哪里去？哎，我今天另外一首歌也是花，这首歌叫《The Life Flower》。然后我想就是讲一下我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就是因为我最喜欢的前辈，你们知道是谁吗？娜娜，对，娜娜前辈，我看到娜娜桑，她在歌唱力大赛预赛的时候有唱，然后我一听就很喜欢，然后后来有放 cover 在 YouTube， 我听了超多遍，我超喜欢，所以我今天选择了这首歌，耶、yeah, ，那我们就开始吧。怎么这花这么厉害，就是很嘻哈的感觉。这个爆梗。いいね余裕のない二人だったし気づけば喧嘩ばっかりしてさごめんねずっと話そうと思ってたきっと私たち合わないね
二人きりしかいない部屋でさ、あなたばかり話していいんだよね。もしいつかどこかで会えたら、今日のことを笑ってくれるかな。理由もちゃんと話せないけれど、あなたが眠が後に泣くのは嫌。声も顔も不器用なとこも全部全部嫌いじゃないの。ドライフラワーみたい君に添えてさ、ずっ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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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あせる。作り上げるのが揺れる、きっと私もどうかしてる。暗闇に色彩が浮かぶ赤き藍色が胸の奥、ずっとあなたの名前を呼ぶ。好きという気持ちまだ香る。声も顔も不器用なとこも全部全部大嫌いだよ。まだ枯れない花を君に添えてさ、ずっ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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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えてよ。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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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怎么了？我唱错了。哎，我唱错段。是啊，我刚刚那伪造。其实好像没有很明显。如果不讲到听的人会发现。对啊，我要接回去。你们这些人当作没有听到，因为我们也没听出来。因为我唱了第一段的。我唱了第一段的。对，但我们音乐是第二段。但是我不好意思看不懂日文，所以我觉得好像都长一样。对不起，不会，就是顺畅，对，听起来是顺畅，没关系，就是零个叫危机处理，人总是会有失误的，我们等一下后面再补回来 ，OK， 可以啦，我们有大招的，有没有大招的？ Okay、的等一下还有厉害的，就我知道下一首是什么，接下来介绍一下，它就是我那个 Lambo， 哇、wow、，Lambo 是什么意思 ？Lambo 就是兰博基尼，哦，哇，它是一首 remix。就是我 remix 别人的歌曲哦、uh-huh. oh, 这样子，就是主歌是他的歌，然后副歌我把不是副歌他的，然后把主歌挖空，然后自己写进去。哦、oh, ，OK， 这首歌感觉就很厉害，其实是很厉害的，没错。不行，先破梗，等一下先听完杰星，我们再来评论，我们再来聊聊天，好吗？那我们就开始吧，来吧。You know my job, boy. I wish. Design a fish. So she don't know like a babe. But I guess so cool. It wasn't in Gobi. It was not my chest. Bullet처럼 달려 like Lambo. 나 타라 찍혀 난 빛에 My body Lambo. She oh my god. True. My body Lambo. She oh my god. True. My body Lambo. She oh my god. True. My body Lambo. She oh my god.在家不应该晒，会无数尊严闪来，呜呜呜！才不应该白，大声呐喊一个发烧的，坏掉生来福，七个不同的 crew， 这样真的没有忘掉爱的太多的乞丐，咱们生活的 true， 也就是 do， 自己冥想直到进入，不爱我的歌还是走样路，自己搞清楚。现在在你眼前，女孩，我爱表演的是更大的舞台，更大的 spotlight， 其实 do hell 你们全来无差。
跟我 homie 誓言站跟他的位置在世界看着跟那个人的 Girls at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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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那么假 boy I w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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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ign it 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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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she don't know little 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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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that girl so cool 我是你隔壁我是那美丽 chess 不如就让带来 Lambo 那他拉切看上 PK My body 脸红 shit Oh my god true true My body 脸红 shit Oh my god My body Lambo shit, oh my god, choo choo. My body Lambo shit, oh my god, choo choo. Wow. wow! 那时候就跟杰星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这首歌跟比较 choo choo 吗？不是，就 Lambo， 他就一个皱个眉头，是 Lambo。那个 choo choo 的那个印象很深刻。对啊，就是真的听一次就会唱了 choo choo。真的，在外面演唱的时候，都会一直把他的 choo choo 给挖空。然后到台上的时候，我们不唱，他反而也不唱，你知道？ choo choo 的。等他唱，等他唱。对对对对，这个还是这首歌是要交给杰星完成，因为毕竟是他的歌嘛，对不对？ Lambo， Lambo 这首歌很好听。那我想要来插播一下，我们7:55的时候会公布。抽奖的三人哦，然后所以大家剩下3分钟，那在这3分钟之前，我们会先请嗡嗡演唱他的最后一首歌曲，怎么那么快？来了，可以啦，可以，我相信你可以的。这首之前也唱过，可是我觉得这首歌不好驾驭，而且呢，这首歌跟花有关系。李子，我们没有讲好，但是我们都选了一堆花。你的是气质的，但我这一首歌比较疯狂一点，因为它的名字就叫做。末路狂花，希望可以好好的唱完这首歌。这首歌超精彩 ，Sorry， 我需要。我的第一是日常，就连想飞也是在下飞欲望，剧烈快感最后也不痛不痒，像一种被伤害的空气，张不张嘴也不为实，照片在云端秘密被浏览，到哪里都是思想，若人是我唯一的家，等我要逃亡。我是比较危险的花儿，末路中的优雅，凡间中的潇洒，狂风中的飞花，我在那去惩罚最难泄露的晚霞。汪统勋主场，他每次练这首歌的时候都是很狂野的动作。我的记忆是日常，就连习惯也是在习惯失望，就连爱情最后也不痛不痒，像一种被伤害的空气，张不张嘴也不为实，都喜欢分享没有人分担，到哪里都是思想，柔软是我唯一的家，等我要逃亡，我要逃亡。我是比较危险的花儿，梦路中的优雅，凡间中的潇洒，狂风中的飞花，我在哪就成分最难。我是比较危险的花儿，梦路中的优雅，凡间中的潇洒，狂风中的飞花，我在哪就成分最难。我当然愿意相信你，但我无法相信我自己，这一种不真实物的呼吸，我知道只是我的想象，我知道你一直不肯陪我流亡，陪我流亡。我是比较危险的花儿，末路中的优雅，凡间中的潇洒，狂风中的飞花，我在哪就成分在哪。我是比较危险的花儿，末路中的优雅，凡间中的潇洒，狂歌中的飞花，我在哪就这份在哪，坚持到最后的烟花。觉得就是很怕打到杰星，所以我就是一直挤在一个空间里面。我告诉你，他如果麦克风拿下来，哇，他一定跑来跑去。他一定这样，对，
迷之扭动，就像狂欢一样。而且我很少他那个唱完歌会有点微喘，他唱完这首歌刚在外面，他是有点喘，因为他边跳他沿着整场在跑哎、欸。对于这首歌，如果是在这边唱的话，就是会没有办法表现出他的狂的感觉。但其实这首歌是优雅的，就是有点难捉摸到底是要狂还是优雅。就这首歌是难在这、哦，还有他一些我不知道，因为魏如萱就是在我眼前就是神的一般的存在，所以我可能还有进步的空间。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我努力是神的存在，没有，不，处处处处处处太厉害！我看看大家说什么。哦，对，我懵嘞，太可怕了吧！梦的真面目出来了。对，就是这首歌嗨起来的真面目。没错，好夸张，怎么这么强？没有，真的很厉害。就是我们今天三个人的组合是玩疯的组合。我觉得这个组合真的是，如果之后再练习或是有机会可以再合作的话，我们应该会合作到爆掉、啊，就是不用睡觉那样子。有人说他刚叫了十分鸡皮疙瘩。十分鸡皮疙瘩，好像很好吃的感觉。对，这个时间也差不多饿了啦。我们时间好像也差不多了，对不对？57分，那我们还有3分钟时间。然后我们要公布抽奖的结果哦。对，我们公布。哇哦，刚刚的抽奖结果哎。公布哦，这边可以看哦。对，你那边其实有哦。恭喜林玉峰@通心粉，然后豆科跟数学课本，耶！恭喜！那我们接下来会由 AKB48 Team TP 私讯大家哦。耶 ！OK， 那我们还有剩下2分钟时间，这时候我们大家是不是应该赶快开始刷起来了呢？我们八点就要公布收榜，就要收榜了，等一下就要揭榜了。对耶，其实两分钟，所以其实很短。我们在瞎聊的同时，你们看着荧幕的过程，其实2分钟很快就过去了。对，所以说大家把握机会 ，OK， 不限礼物哦，什么都可以哦，不一定要爱心小蛋糕哦。没错，如果觉得今天我们的表现还不错的话，请给我们一点支持鼓励，因为这个是在我们浪的，这是浪 K 歌平台吗？对，对，浪 K 歌平台应该有很多人不认识 AKB48 TP， 连自己团名都讲不好。对，然后其实我们有很多就是会写词、会作词、会跳舞的很多女孩们，就是宝藏女孩，希望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他们的 IG。那我们由栗子开始 ，IG 吗？对，请搜寻 CHAI/AKB48 TP， 然后浪 life 的账号是36195520，想念依旧，我爱你。哇，好好记哦，真的很好记，真的。对，那杰西呢？我是DDKOGI88@AKB48 TP， 大家可以上去查我 IG， 然后里面有很多我自己写的歌，包括我刚唱的 See You 跟 Lambo， 全部都在我 IG 上。然后我也会在 IG 上、okay.。有时候会发一些唱歌影片，大家都可以关注。好、那我插播一下，然后再说一次，前三不可以重复指定哦、嗯，就是你第一个指定完，下面就剩2择1，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最后一个可爱的妹妹，可爱的妹妹，我们都是可爱的妹妹，没关系，对啊，我们都很棒，对，拿到我们都很。对，哇、okay ，这个是哇，这是谁？林果的陪你看世界，哇，谢谢林果，林果，哇哦，林果冲出来，他直接杀出一条阵线来，突然放烟火。对，这一次大家现在竞争很激烈，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安利，想说啊，成员这么可爱的分场还是投一下好了。八点了，那我们要倒数1分钟喽。OK， 好，开始哦，好，倒数，来。开始，哇，倒数1分钟哎，好，那我们这一分钟要聊点什么呢？杰星，你觉得今天开心吗？超开心的，其实我一直很想问杰星一个问题，什么？这很跳痛，但是我想问你，为什么账号叫 DDOG？ 什么？我真的很想问，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是科技吗？对啊，就 KOGI 就是科技啊。那时候就是我把科技放到 Google 翻译，然后他就给我跑出 KOGI， 然后我就想说，哦，那应该是 KOGI 吧？可是后来李彩杰跟我说，他其实不叫 KOGI。好像叫 C 什么东西的科技的英文，但反正我就取名叫 DDKOGI， 然后88就是一个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幸运数字，就是我在每次发生什么重要事情时都会看到88这个号码，就是我进这个团体的甄选我是88号，然后我之前去别的海选我也是388，就会就是那种
可以改变我人生的东西都是会看到八十八这样。嗯，真的理解。三八错了，重点错误，天哪、啊！那例子有没有什么 lucky number？ 我的 lucky number 现在我们的手机响了，我们先啊，抽一下，就分享。我们先看一下。那我们先截一下这个榜一，我们先来看一下榜一是谁。哎、欸，我看吗？还是对啊，你那边应该蛮大的。看得到，嗯，平板的好处。大家都看得到，对耶，可以分享。第一名是数学课本，耶、yeah! ！第一名是数学课本，请问数学课本要指定谁呢？请在下面留言。对，然后我们旁边的我吗？第二名是豆科，耶、yeah! ！豆科，耶、yeah! ！豆皮科技吗？豆科，豆科，一人接榜一位。好，那第三名是林果。林果上次是不是有上？上次啊、哦，好像有，好像有，就是好像有点熟悉这件事情，对不对？对对对，那我们先请数学课本指定。对，我先看一下留言，应该看得到。留言看一波。数学课本，他要指定栗子。耶、yeah! yeah! ！那我们第一名栗子被选走喽。那再来是第二名，第二名是豆科，这个应该就结型豆皮科技啦，对不对？对，这个一定是忠实粉丝的部分，我相信应该然后出现结型。我要预知那个预言家豆科 yeah, 那么第三名林果的话就是嗡嗡咯，耶耶，恭喜有看到他的留言有延迟，对，那杰星第二个，然后第三个 OK， 那我们的抽奖环节就结束了，时间过得非常快，真的，对，快乐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的快。那我们接下来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要送给大家一首劲爆，有劲爆吗？劲爆歌也没有到劲爆吧，这首歌应该大家都有一点印象，可能路过街头都会听到的一首歌，一定也有听我唱过。哦、底下要猜猜看吗？是什么歌？你唱过太多歌。对对对，我们台语歌，我给他们十秒钟，让他们猜猜看。然后下面全部都留台语歌，这样。恭喜！哎、欸，如果是台语歌，对你们两个来说也是突破吧？很少在唱台语歌、啊欸。对对对，其实也不是劲爆啦，就是唱超乖。对对对，好像不错哎、欸。三个人唱对对对，好像不错哎、欸。灰哪里鸡啊？灰哪里鸡？笑死！对对对。居然有人猜到了，有人猜到了，他们不好意思，导演等下改堆堆堆，谢谢，蛮适合的，蛮适合的。刚刚大家都有人猜出来，就是飘向北方，对。飘向北方，别问我家乡，高耸古老的城墙挡不住忧伤。飘向北方，家人是否无恙，肩上沉重的行囊盛满了惆怅。有人说才老就欠了一堆钱需要避避风头，有人刷脸这里一身武艺却没机会展露，有人失去了自我手足无措四处漂流，有人为了梦想为了三顿喂养江湖口，他住在燕郊区残破的旧居公寓，拥挤大楼里边陌生人都来自外地，埋头写着履历怀抱着多少憧憬，往返930号的公路内心盼着奇迹，不能也不想不敢回望着上扛上了梦想要依然去抬头看，向北方，别问我家乡，高耸古老的城墙挡不住忧伤，我飘向北方，家人是否无恙，肩上沉重的行囊盛满了惆怅，也是最后寄望回不去的远方，太很多
他说不喜欢，车太混乱太匆忙，太不习惯，人行道一双又一双，斜视冷漠的眼光，他经常将自己灌醉，强迫融入自在染缸，走着脚步满山，二过头的摇晃，失意的人偶尔醉倒在那胡同楼下，拒绝抱着酸痒，手着撑着一碗热汤，用力的温暖着内心里的不安，努力也不想不管活得了一场，扛下了梦想，要毅然决然去流浪，减少了自卑，狂欢过去的风光，就算再不堪败仗也不能太想，再见了南方，眺望最美丽的家乡，别四处摇晃，莫知倒映着的幻想，不美太猖狂，不散都会被心牵放，我飘向北方，别问我家乡，高耸古老的城墙挡不住忧伤，我飘向北方，家人是否无恙，肩上沉重的行囊盛满了惆怅，就像那尘土飘散随着风向，可乐又带领着我一起飞翔，我站在天堂中央，闭上眼睛就一家人都平安，飘向北方，别问我家乡，高耸古老的城墙挡不住忧伤，我飘向北方，家人是否无恙，肩上沉重的行囊盛满了惆怅，我飘向北方，别问我家乡，高耸古老的城墙挡不住忧伤，飘向北方，家人是否无恙，肩上沉重的行囊盛满了惆怅，也许最苦的期望回不去的远方，哦哦哦，飘向北方，别问我家乡，好棒好棒好棒，有种杰星电到的感觉，刚那一回眸一笑真的哎呀，我嘞好晕，请给我一个回眸回眸是很萌的确，你是回那个卡外的萌，你不是那个回眸对对对，那今天很高兴跟大家的这个度过这一个小时，超开心的啦，可以再一个小时吗老板、啊、导演老板是什么想要再一个小时吗，请到下请观看下个月的浪 K 歌，没错，我们一样会在192020陪大家哦，耶、yeah, 谢谢大家今天陪我们度过这一个小时，希望大家也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还有浪 Life 的账号哦，然后也希望你们可以多多支持我们 AKB48 Team TP、yeah, 然后我们之后每个月都会来唱歌给大家听，没错，最后最后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老板。